在旁边看。要看一下他是不是，是不是要看一下他？睁大这个眼睛，要看一下吗？那，啊，哟，如果想跟他玩，但是又不是很熟，不是太熟，所以他又跟他。哎呦！所以我就是一只手在这。那个小家伙钻里面就不敢出来了，是我一走开的又出来了，在这边。打了一下你的脑袋，哎呦，我吓死了！刚洗完澡的时候，师傅看见他就一直哈，一直哈，一会儿就跟他就熟了。师傅还是很友好的，哈两下没有动手，就轻轻地拍他两下，也不敢用力。家伙很活泼的。白妞跟他也玩得很好，白妞已经完全接受他了。会带着他一起玩。师傅估计把他当一只小老鼠来根本就不怕吃货，人家就不怕你。
个吃货，高兴得不得了，终于有个伴了。哇塞，吃货今天都没睡觉呢，平时一般去一趟楼顶下来就要睡觉了，今天都一直都还没睡，一直处于一个很兴奋的状态。你高兴的，我的天！这个小的也是个捣蛋鬼来的，他完全都不怕吃货，一直追着吃货满屋子跑。哇塞！这个也跑得很快。嗯，又来了。简直就疯了，啊！已经成为好朋友了，猫跟小孩一样的，玩一会儿就成为好朋友了。吃货完全没把它当一回事。他也在这里打滚。故意对着吃货打滚，滚一下又回头看一下吃货，吃货全程就躺在这里看着他。你去示好，一直对吃货示好。看来也很聪明嘛，吃货他学了你，知道吗？你小的时候就是这样的，一直在那打滚。吃货小的时候也是这样子，在白妞面前一直打滚的，那讨好白妞。吃货要马上追上。你这小伎俩，人家吃货都没把你放眼里。吃货一看他跑开，马上又起来的呀。
时候又自己在那边嗨起来了。上来了，放宽了。